有请三位领导和嘉宾，欢迎各位。三位好。首先呢，我们要有请别林叶先生来揭晓奖项，欢迎。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海外成人组铜奖获得者，俄罗斯圣彼得堡赛区陈子然，新西兰赛区崔木子，印度尼西亚赛区朱愿妮，恭喜各位选手。祝贺三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国红女士揭奖。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海外青少年组铜奖获得者，泰国赛区夏璇，马来西亚赛区刘恩俊，美国洛杉矶赛区郝瑞然，恭喜各位选手。谢谢，谢谢李国红女士，同时也恭喜以上的获奖选手。接下来我们有请刘震先生来揭晓奖项，有请。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港澳青少组铜奖获得者，中国澳门赛区姚永琪，中国香港赛区洪雅婷，中国澳门赛区马子琪，恭喜各位选手。祝贺，也谢谢三位领导，谢谢我了，请移步观礼。哎，小关，我们都说啊，感恩的心其实就是最幸福的心。没错。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我们的诸位选手准备了什么样他们幸福的感言，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谢谢水立方组委会给我们海外的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让我们能在疫情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展现自己。我想感谢本次水立方中文歌曲大赛的所有导演、工作人员及评委老师，你们用音乐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谢谢。很高兴自己有这个机会，我会好好珍惜，谢谢大家。我在这里感谢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我爱中国，我爱音乐，我爱唱歌，我爱你们，谢谢大家。我很荣幸可以在全球水立方杯云歌唱大赛中获得铜奖，谢谢大家与评审对我的支持与肯定，我会再接再厉的，谢谢。我想要感谢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为我们海外青少年提供最好的舞台。感谢北京水立方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感谢评委老师们，谢谢大家。首先呢，就非常感谢本次比赛就给我帮助的一些老师啊评委啊，然后也非常荣幸可以拿到这个奖项。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学习，帮我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也希望你们乘着歌声的翅膀越飞越高。是的，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也看到了一张张甜美的笑容。虽然这些获奖的选手今天没有能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他们将通过云合唱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名字叫《再回首》，也让我们在饱含深情的歌声中一起来回望水立方大赛的10年感人画面和精彩的瞬间，一起来聆听。今夜不回家。
明白。